蒙丹尼提议，他说哈 ，x 介于负一到一之间的话，函数值是三了；介于一到二之间的话，函数值是一；介于二到四之间的话，函数值的话是负一啊。那这个函数图形哈，把它画出来是这个样子，它是从呢这个负一到四有值，哦，这是负一。到一，哦，这函数值是三，然后没有包括一啊，有包括，这有包括，而且把它挖掉，然后再来是一到二，一到二哈，一到二是一啊，哦，这是三，这是一，哦，一到二，这实心的。啊，这样子，啊，再来是二到四，二到四啊，二到四是负一，哦，负一大概在这里，负一啊，那负一的话，这有值，这样子，所以它定义哈，是从负一到四，但是四没有包括了，哦 ，A 是定义。A 等于多少呢？等于 x，x 哈，小于四，大于等于一，大于等于负一。啊，当然 x 哈是属于 R。好，啊，再来我们看 f 零，零对应到哪里？零的话对应到是三，二呢？二对应到负一啊，不是对应到一，而是对应到负一。哦，因为这是实心的，是空心的，哦，这没有包括，所以 f 的话是对应到负一啊。